白家是江城的首富，白曜又是白家独生女，那可不就是嫁公主吗？就这个公主也太神秘了，听说从小身体就不好，一直养在国外，就连婚礼都是长辈出面听的，也不知道长什么样。云轩，你就不好奇吗？那有什么可好奇的呀？他的身份从出生开始就定下与白家的联姻，强强联合，要是早发现对方是个丑八怪，那得多难受。那不可能，白董和白夫人的基因在那儿，不是说新娘从小身体就不是很好吗？那顶多也就是娇弱的林妹妹。我也听说白小姐因为身体原因曾拒绝了爱乐团的钢琴首席 offer， 可能是身体真的不好吧。身子娇弱，请问是这件还是这件？就他吧，稍微收腹。刚刚好，白小姐的体重控制得很好，我最近吃挺少的了。季家跟白家一联姻，福布斯的榜上就会进前五。有钱有什么用？这新娘啊，结婚前都不敢露面，说不定啊是个丑八怪。瞧你这酸的，白家小姐可是参加过名媛舞会的，要是个丑八怪早就传开了，人家低调是为了不被绑架。下面请我们美丽的新娘入场。这位小姐，你是？我是你的新娘白曜呀。我是你的新娘白曜呀。身子娇弱。不是说好的林妹妹吗？这是传婚纱的企鹅吧？四个林妹妹合体，那不也是林妹妹吗？这还真不是丑八怪，这分明就是头母猪啊！小声点，怎么着？长得丑还不让人说了，瞧他那个脸，那还叫脸吗？那分明就是一张大饼。化这么浓的妆，好嘛，眼睛都看不见。各位嘉宾，大家安静。季家本就仅次于白家，多努力几年，可能就超过白家了。非得靠联姻走捷径，别人家是卖女儿，季家这是卖儿子。各位嘉宾，这样等到全场安静才能开始吗？这还不是个普通的小母猪啊，居然是一个挺有脾气的小母猪啊。我是有点可怜这季大少，每天晚上都要变得猪拱啊。白小姐，我就跟您开个玩笑，您不能连玩笑都开不起吧？怎么会呢，我也想跟你开个玩笑。我就跟你开个玩笑，你不会开不起吧？白小姐太过分了，自己长这样还不让人说了。我长哪样？每一个胖子都是没刮开的彩票，我减减肥就能变成一个大美女，倒是你怎么这么丑，还敢来评价我的外貌？你说谁丑呢？四肥国土。这是没好好吃饭吧？好好吃饭才有力气打人呢。我千万不能这样，今天打人。还有谁？有开玩笑啊？开始吧。金云深先生，你愿意娶身边这位貌美如花的女人做你的妻子？无论疾病或健康，贫穷或富裕，美貌或失色，顺利。金云深先生，你愿意吗？
你愿意娶身边的这位美女子为你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白瑶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？愿意。无论健康或疾病，贫穷或富有，顺利或逆境，我都愿意爱他，守护他，此生无悔。下面有请新郎为美丽的新娘戴上。不行，这个是小拇指，代表单身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结束了吗？李成。金医生，你真的好幸福。戴不进去就别戴了。那怎么行？这可是我们的结婚戒指，必须得戴上。老公，亲自为我戴上。我还有工作要处理，你好好休息。今天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有什么工作能比这个还重要吗？松开！跟我在一起就这么让你恶心吗？你刚刚勒到我的胃了。我就知道你不是这么肤浅的人，你胃不好啊？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粉丝20000000的美食博主，我特别擅长养山养生。以后我还有工作要处理。啊，今天能不工作吗？怎么，我说错话了？我们只是家族联姻，其他的，我劝你不要多想。联姻也是姻啊。我凭什么不能多想？季云深，你早晚都是我的。哇，不愧是我从小喜欢到大的男士，穿什么都这么好看。你口水流出来。这是山药瘦肉粥，特别养胃，你尝尝。抓住男人的心，首先要抓住他的胃。我就不信我这20000000粉丝的大胃还拿不下你。味道还不错。那我以后天天给你做。这是你做的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多做了点。我说过，我们只是家族联姻。家务是有臣神的，你只需要做好七太太，别做多余的事情。给丈夫做菜，不也是七太太该做的吗？你就吃那么少？我一直都吃这么少。那你还真是喝水如饮食，天赋异禀。话说重了，心灵受了创伤了。下午我有朋友过来，到时候你好好招待一下。别丢我的脸，好吧？好，我一定好好招待。也是婚礼上能做出那种事的人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受伤？这个，那这个，这是最后一件，必须要行。泄气，自气泄。